十月继续看闺女，十月精彩不间断。十月一日周二会员加更，十月八日闺女生活全放送，十月十五日闺女生活全放送。我至少得有20年，从除了我非常小的时候爸妈带我去见过亲戚之外，嗯，我觉得得有20年没有干过这事儿了。李莎是第一个让我干这事儿的人。在那个沙发上。非常的尴尬，坐得非常的笔直。因为我不知道该干，我就拿一份水果，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印象当中我该干的一个事情。其实你去人家，你得拿一点水果什么的，其他的该说什么该干什么，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，因为我从来没干过这事儿。我就在那撸狗，缓解尴尬。你们几个并排坐在那个沙发上，但凡没有宠物，你们就僵在这儿。通常是夸人家孩子，那没有孩子就夸人家宠物。对对，宠物呀，好可爱呀！我给阿姨好年轻啊！啊，叔叔好优秀啊！也就是这些话题。嗯，菜烧的好好吃啊。嗯，因为他在国外接受的教育时间比较长。嗯，在国外也更不走亲戚。就是这件事情不会是一个就像朋友一样，不会说一个束缚。比如说啊，你必须在，比如说像如果是国外可能圣诞节，如果是中国可能是过年，就你必须在这个时间你是必须要回来的，这是我们家的传统，你不能打破这个传统。其实我们家没有这个，我们家是没有这方面约束的。如果大家想聚，你可以不用过年过节，你也可以聚。比如说以前我在台湾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妈想我了，就从国外飞回来跟我待一待。嗯，跟我带一带，逛逛街，吃吃饭，然后他，玩完了他又走了，就是这样，也不一定非得选过年的时间，就是没有这个时间的概念。嗯，所以就对你来说，没有什么走亲访友啊，这个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。比如说过年过节，我要七大姑八大姨问你结婚没啊，现在收入多少，这种的没有，很多十几年都没有过这种。那其实我还是挺怕走亲戚的。我最怕的一个就是主持一段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主持。主持一段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比如大家七大姑八大姨，大家可能过年的时候聚到一起吃饭嘛，然后说来，我们现在先主持一段才艺表演。对，年夜饭要开始了。才艺表演，对，哇，才艺表演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主持。来一段，来个脱口秀，后面来给大家来一段。我提一杯，来一段祝词什么的这种，就之类的。哦 ，OK。有，我也会被朋友要求唱歌啊什么的，对，都会有唱两句。你们呢？也有催婚什么之类的。哦，亲戚催婚，我觉得比父母催婚还要可怕一点。父母催就是，哎，你别说了。哎，你还能怼回去？嗯，对，你平时没见几面的亲戚，说两句你还不好意思怼回去。对，你感觉你怼回去就好像撕破脸了一样的这种感觉。你也这嘿，就这样。那你们不妨反过来说一下，就是你们希望长辈的亲戚跟你们说点啥，还是压根儿就别说啊？就夸一夸嘛。哎呀，又瘦了，又白了，又漂亮了，唱歌又好听了。要求这么高啊？说满了。我能接受，比如挨家走，这样还行。但是别聚到一起，聚到一起就有的时候有点问题太密集，就是你一个少数的你还能对付，对，成群结队你就招架不住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很有那个家庭氛围啊。可能你感受一下，你整天都不好了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因为我们感受不到，很少。下次过年叫你来，感受一下，感受给你打电话。我怀念我10岁的时候，因为一定不会有人催婚嘛，大家肯定都会觉得，哎，这小朋友好可爱啊，然后给你塞红包啊。我确实怀念我小时候，就10岁以前的，去姥姥姥爷家过年，然后确实一大帮人，然后吃年夜饭，然后又放鞭炮，因为那是小时候嘛，就觉得哎太开心了，晚上打麻将，一晚上不睡觉看春晚，那我确实是你没有负担，你只有开心。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小孩特盼望过年？对，小孩每次一到过年都开心的不得了。嗯，就10岁以前吧，10岁以前肯定是很享受的。他后来就渐渐变了。嗯。嗨，我是你们的闺女，我是刘美涵。Hello。
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好大儿。哇塞！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要上镜了，这会儿全醒了，能看见吗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嗨，橘子。他现在脑袋蒙皮了，白白的。你太乖巧了。接下来这一位是哈哈，哈哈，准确的来说不是我儿子，是我侄子，他是我的好朋友朱佳琪养的。哎，你现在对生女儿这件事还有执念吗？有执念。你有给自己定计划吗？第一个如果是儿子的话，下一个一定要是女儿。那这样吧，先儿子再女儿吧。是吧？这样的话，女儿会有个哥哥，他一定会很感谢你的。感谢你的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就是非常生气，我怎么没有哥哥？我本来应该有个哥哥。你看看，虽然我是你的爸爸，但是我同样也是你的哥哥啊。不要客气，有什么跟哥说。你是多少人的哥哥？多少人的哥哥？这话说的，你这么一说了以后，我觉得好像他不是很值钱了呢。哎，也是你哥哥。哦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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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。你好，我今天好开心哦，我终于做哥哥，在他们几个老 baby 面前就是个弟弟，甜甜的。啊，那这样不好吗？你今天不是大爷，你在不同的人面前有不同的身份，这样不是最舒服吗？我非常的开心。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角色非常很可爱的地方。其实不管是有团体经历，还是有就是集体生活的比赛经历，总是面对很多大家是同一个工种的人的时候，你换一个环境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就刚说的不同的颜色，有交集的部分。他在修行。你换一个环境，你在不同区域，这个区域这个区域，所以你中间交融的时候就跟他一样，他可以薅各个区域的人来翻，虽然大家不认识，但他在中间很开心。哎，好开心啊。嗯，因为大家都可以站在这个中心的人，当都拎出来，刘美涵、鲁毅、张悦，我真的忍很久了，你要不要去镜子看一下？他的那个发际线，从一开始，我怕到张悦就问我要不要跟他。我在纠结，我纠结好久了。你去看一眼，要不去先看一眼，处不处理你自己的事儿，我们自己先。这没有镜子。这里有镜子，大哥，你一直在看这个镜子。这么大个镜子，还可以，我觉得挺帅的。不是。哦，这个。对对对。发际线粉。是是是，因为他可能有点出汗，实在是忍不了。好了，可以。哎，你没参加过快男吗？啊，我报过，我去面试过，2013年，很早哎。哦，不过2013年你又有20岁了。有，我的印象中感觉他出道过，就是真的吗？这些你都看过？那是不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出现在？他也没上去呀。那你是怎么觉得呢？因为那个青你我也没有看过。我长了一张好像以前就应该出现的脸。对，我老觉得他是。比过很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老觉得在平行宇宙里面，我可能已经出现过在那些比赛上了。你真的？这是认真的。我在那儿看了吗？我看了那一场。会有，因为那个东西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那你是他的梦，他是你的梦。他好可爱啊！谁是谁的梦呢？到底？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你是他的梦，他是你的梦，谁是谁的梦呢？到底，在平行宇宙里面，我可能已经出现过在那些比赛上。所以，你们又开始想说，我这个机会我没遇到，我那个环节没碰上 ，no， 这些都是你这个人生里面已经安排好的，你就是该碰不上。我现在是非常认可的。你不要去担心说这个环节为什么这样，他就写的是这样啊，你就走就行了。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去美化没有发生的那条啊，也那个是不要美化没有走过的那条路。很多人都说，我早知道那条，我要是走那个肯定会更好。
你都没去过。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个戏叫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？我知道那个。我好喜欢这部，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。可能就觉得哇，他过得很好。如果当初我没有跟这个人结婚，我是不是可能就过着他那样的日子？但事实上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日子里有自己的痛苦，有自己的快乐。好，怎么了？你要上厕所？只有一个，他在上。哪个房间不？哎，是这里对吧？怎么了？是这里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洗手间。这个。怎么说？要直拍吗？Hello, Lisa 他不看了，可是不看也不行啊。你收声音的呀？我会一直唱歌。好。好，没事，我们也在外面唱歌，要不我们会听见。哒啦哒啦哒啦滴滴，唱山歌嘞。那边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是个地心。别逃避，Lisa 你好。Hello，Lisa。好了，哎，咱自拍一张呗。我们那个为了纪念一下2024，我们比一下吧。是这个。嗯。你是零是吧？你是二。你是二，你是二，你是四。你是四。我是什么呀？你是四。你是四。一二。我也一直在想过一个问题，所有的人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，听到我11年没有谈恋爱，一定都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，对吧？那我觉得这个为什么，它就要从很多很多的维度来说。然后呢，那我也想过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也想说是不是比如说我穿衣风格啊，或者说我的性格啊没有那么招男生喜欢，或者怎么样，我从自己身上找了很多的原因。但是我又觉得真正好的感情它应该就是接受我本身就是这个样子，你就是这样性人，肯定是有人喜欢你的，但是没发现。你不单独出去怎么发现呢？但那个人从哪儿来呢？那不就是相亲吗？也不一定是相亲啊，比如说你上的课外班，我们学的很多兴趣爱好，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人啊？像比如说我也不是没有为了我的这个幸福的问题努力过，那我去年也就是报了一个商学院啊，那商学院里面100多个人，他也就没有这样的人啊。你上来你肯定还是你一贯的性格使人的吧？那你遇到过自己的粉丝吗？没有，我都几乎没有男粉。我99%的女粉和1%的男粉。就是我这个人好像就是在女生里边特别受欢迎，女生都会觉得我性格超好，觉得我人超好，但是男生呢就是当然他们也觉得我人很好，但就不会把我列为一个想发展的对象。真的？那这样，我们刚才希望的写了一些，你觉得就是对你来说什么样子的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，我看能不能启发我，就是我觉得绝对不行的人。不尊重你父母的。嗯嗯。这个是对对对，对你朋友不好的。嗯啊，那我想到就是他得认可我的朋友圈。对。他不能嘴上一边说哦我很喜欢你，然后一边说你那是什么朋友，这不行。你说的很对，必须认可我的朋友和家人。对，因为我的生活是由我和我的朋友们和我的家人组成的。对啊，你不可能是说喜欢我的同时把我的整个生活都撇开，嗯，然后天天都让我跟哦，突
突然我就是像柯南这里有那个 Z 一下，就是我刚才讲这个自我很大的这个人呢，他从来没有 care 说我有哪些朋友，因为每次都是跟他的朋友一起玩。那不行，有来有往嘛，附属品。你跟他玩几次，你得让他会主动的说，哎，要求女朋友什么之类的。他根本就是不 care。嗯嗯，所以这个也是我刚才说的自我太大的一种表现。嗯，对，因为他不在乎这些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虽然我们可能列了一些这个条件，但是前提是这个人他一定要接受我是我。嗯，做你自己。老师今天穿搭思路是？思路是，这是一个，这个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穿的是什么，这两个是一个同一材质的。嗯，我其实穿搭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就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感觉，对，一种 vibe， 就是衣柜里哪个幸运儿被我看到了。我就围绕着他穿，但是我上班就是舒服就好，因为上班我们头套不好脱嘛，所以必须是那种拉链的衣服，啊，就是要讲究个快，就是脱起来快，穿起来快。嗯，我最开始来横店的时候，我小时候跟我妈一起来的，当时还是想体验一下当群演。然后被骗了，就是他们跟我说能当群演，然后我给3000块钱，然后就是说能给你一个名额，然后我跟导演说一下，他很认真的跟我说，我跟导演说一下，你把照片发我一下，然后我给我3000块钱，我就让你进。我很天真的信了，然后就是说，然后来了之后被骗了之后，我就站在那个，我当时正好路过一个剧组，我就站在看着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这小姑娘挺执着的，在那看着，然后就放我进去看了看。但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是警戒线外的那个人吗，就想做幕后来着，想说有一天能走到那个警戒线。就没有一次杀青是那种耶杀青了，因为我会很害怕面对未知的东西，没有安全感，我就觉得就是新的生活会很恐惧，就也会畅想，但是面临的时候就是会这种未知的感觉，对，会胆怯，就有一种还不够相信自己能做好一些事情，但是又有一种迷之自信，这很矛盾吧，这个人。我会每天就是很努力把自己当下的那个瞬间给记住，就比如说现在我看到门口这些，我就会用眼睛拍下来。对，到了。请开门。嘿嘿，这个是他们做的，我的狗狗，做的手工做的。然后这是我的猫猫。这个是哪一只猫？这是菲比。哦，对，好可爱啊。对的，我还有好多。我每天做很多小手工，然后我这个房间大概有几十只鹿皮。就我的家可以开个鹿皮博物馆，我觉得。哦。没有，因为他们送了很多鹿皮，就像这个。对，我给你们找啊，我先放在这，这是猪猪版的。我还有好多鹿皮。哇。但是还有好多，我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发财了。好像收起来了。这是狗狗版的，对，这个是我化妆老师送的，他逛街的时候，这是过节的时候节目送的。很多博物馆还有很多他们的周边，这个镜子就很可爱，但是也不会有人拿那么大的镜子照镜子。你的脸是刚好可以挡。好了，那我回去吧。
有一只。哎，这叫小比嘎，这是朋友送我的一只，就朋友没法养了给的。比嘎，你也帮人？他叫比嘎是因为他小时候跟个鼻屎一样，就是很。名字还挺，还挺随意。也胆子小，都不胆子小，不怕不怕比嘎。比嘎，没关系的。这是粉丝写的。他推荐了一个古着店给我，不过在宁波。他说无论是连歌摇铃戏还是上官浅，因为我的诠释让这些人物变得鲜活了，让我多多分享生活。Welcome to Wonderland. 我是很酷的人。今天迎来了和康宁宝宝说再见的一天。他说我们小女孩最重要的还是开心，其他的就随风去吧。今天我妈买了一件很漂亮的旗袍，然后设定老师再给他拍剧照。哎，笑得开心点啊，那个表情。哎，身体往您的右边。哎呀，好美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，妈妈你看我一眼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妈妈你 say hi， 看这边。对，右脚在前。哎呦妈，这张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我再给你找个店。好，要给我妈复原。对，那张已经86年的照片。妈妈，今天这个旗袍是你自己挑的对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挑了好几套，最喜欢的是这套吗？你差不多，你看中的是最贵的那套，看到是吗？没有，最合适的是这一套，我是最溢于眼帘的。好，来，你往里面走一走，这个地方景好看。对了，今天来请妈妈介绍一下你啊，可以了，妈妈回来。请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搭的重点是什么？你也可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来介绍。好，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你觉得？配旗袍的妆容在你们那个年代重点是什么？要有很红的口红吗？那都没有，口红没那么红，那个时候没化妆嘞，就是100%的素颜。那个年代也不允许我们化妆，也没必要。今天就是不一样，这个妆容比以前隆重，衣服比以前大气贵气。哎，托我女儿的福，是我女儿跟我买的，我很高兴。你自己觉得这个旗袍好看在哪吗？看这颜色呢，看起来这个花，我主要是随身这个花瓣绣的呢，还是蛮什么高端大气。虽然还是我还是简单的穿起来还是雍容华贵，雍容华贵啊，雍容华贵。你是个语文老师吗？我这样讲我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走，妈妈走。哎呀。好合身哎，你看镜子，这全身好好看。哎呀，我看一下，如果收一点啊，你看也没必要。那没必要，那是工期不舒服了。走，妈妈，没得一点余地。我没有想到啊，新阿姨怎么？哦，是你给新阿姨看的，还是你以前发过这张照片给新阿姨？我给他看的，你给他看的。我这照着这有啊，他这讲旗袍啊。你看这个以前的照片还有日子，这是86年10月14号，86，我就6岁嘛。哇，天哪，你34岁，我今年年底44，相当于我的10年前。你看你34岁这个时候，还是很复古的，一个项链，戴着手表。这后面就是我们的高新小学。对。就你在这里，我是在公费在这里。对，你那个时候还在这高新小学上，就上当老师呢。我跟你的孙子大孙子都在这读的书。你看我们以前学校只有几层啊，
四层吗？五层吧，我记得是。还可以了。你这旗袍去哪了？我的后头这或者胖了就穿不上了呗。还在吗？就好像剪了，就没有了。你剪断了。嗯。我珍珠项链呢？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条啊，你到时候带走。今天我们来复刻一下，在这个窗边。你这个窗户跟我那个窗户是不一样的呢。那怎么办呢，妈妈？我给你 P 一个。哎呀，可以，我知道怎么抠进来了。我好像会这个技术。好，我先这样，我给你拍啊。啊，我们今天来复刻这张照片，妈妈你不要挡着我哦。来，你先站那边去，然后我可以换一个场景。你怎么老跟我挤一块？由大到由小到大。嗯，好看呢。你看有大的有小的，哎呦这好看。哎，以前是这样戴啊。你过来看这个镜子，你看怎么戴好看。我觉得一层也好看。还是要均匀一点嘛。那就均匀一点，你扯。这样，但是我觉得要把大的放前面啊。哎呦，其实我还有很多。可以了。你想要真的呀？那我等你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不要。哎呀，等你今年过生日。我的头，你没钱我买，你买钱我不高兴。这开玩笑，我以为这个是真的，我就那么重啊，我那就点的太贵。这个真的太贵了，不要了。但我觉得这样子不好看吧？哎呦，没有妈妈，那要不就这样，等一下，重新来啊。没事，我弄一下。你看哈。它其实是长的一根，然后我把这个先给你挂到后面，然后你就一层一层套，你想怎么套都可以。天哪，那么长！我把你摁着，可以。好，你再套。哎呦呦，这未必又套得好了。不是，来，这就是。别扯，这样可以是吧？哎呀，反正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好一些，好一些，比你开的那样的好一些。这样子就好。是吧，这样可以吧，好看的。我点的太整了，我觉得还是这样的，这样均衡一点。好，均衡。好，走，我把你头发搞一下。头发这怎么有一根是这样子的，你别烫坏了。有时候你、我就戴那个假发套呗，戴起高一些一贯。你不要戴假发套。你又不是没头发，你过来。我晓得，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要乱摸。等一下，其实你头发烫了还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老烫，老烫很伤。我一年只烫两次嘞，我这是做节目嘞，要不我就不在这烫嘞，烫个头型去。不是，你一年烫一次就够，你老是烫。一年烫两次，可以了，现在来吧。哎呀，应该搞一朵花，看一下那种。哎呀，好贵气啊！你就站在这个窗边吧，这个窗边，我觉得还是得拉窗帘。因为那个窗子透。好，你就在这个角落。好，拉着窗帘不按，我的手都没拿什么东西。就这样啊，就什么这样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子我给你拍个半身啊。你要按照我上次我是做全身的嘞。好，那不要在这里拍。哎，我觉得这里拍好看，妈妈。这里古色古香的嘞，你就站这个角落，我看一下啊，这里好看，这个景好看，好看的啊，这个景就是因为有古色古香的花。哎呀，这个镜的好看，很富态，笑啊，妈妈，可以啊，你侧一点，妈妈，把脸侧一点，对，然后收点下巴，眼睛低着看过来，好，抬眼看我。换一个地方拍，来，妈妈，你就在这拍吧。对，这里还是好看的，我能拍到全身啊。一二，哎，还可以，一二三。好，妈妈，你要眼睛睁开啊。你是累了，我知道，你就扛一会儿啊，笑开啊。今天看到新阿姨，开不开心？说话，妈妈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可以，叫你自己给我做什么？笑饱了。我觉得你在厨房吧，你在厨房。这你给我发了，照着这里看的要的。还可以，这边的光好看。好了啊，等一下啊。好，一蹲下来做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好高啊！这样，等一下。
非让我蹲下来，蹲下你没眼睛。我看远圈，这样好看的，我可以给你修。哎呀，美的美的，一二三，这边过，后面有两个盆，等一下。嗯，还个抹布。我都能给你 P 掉，来，哎呦，这个景好看，这个景好看。后面那个摄像头像个幽灵，就像那个白色的。笑凯啊，哎呀，好可爱。哎呀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Hello, everyone. 今天我又来报流水账了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录了6天之后的状况。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？错。就是这样的。你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其实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用20分钟把这里浅浅的复原一下，一会儿见，给你们看一下20分钟可以恢复成什么样。进不去了，我手机都在房间里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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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进不去了，我这个房间我进不去了，我不想再进去了。我先收拾了，我等你们上来。你们真的不来，快一点来，救命！我不可能自己去面对他，你们不要再等了，你们马上现在就过来，上来救救我，我搞不定，我真的搞不定，快点来。我晓得你们在看我，我要么今天晚上就跟他同归于尽。冷静，冷静。这个虫刚才在这躺在地上的，它进来应该是摔了很重的一个跟头，它应该是不太能够飞。我那个，它应该是不太能飞。我先过去，然后这样把它盖住，它应该就不会再跑出来。然后我进去把手机拿上，然后，这问题是这个虫它在哪里呀？它刚真的飞起来了呀！怎么他不在了呀？哎呦，他在哪里呀？哎呦！去哪里了？
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房间里有个虫，跟我手掌那么大。我现在不知道它飞到哪里去了，但它肯定在我房间。现在我先把衣服换了，然后就回我爸妈家。我现在已经在回我爸妈家的车上了。首先，很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，然后去记录我的生活。然后就是要感谢每一个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朋友。那么我们先说老王跟刘妹吧。在我最开心和最难过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一定都是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也是让我想要在保险受益人这个名字上面填上你们名字的人呢。感谢武大靖，感谢那小子大老远从东北飞过来，然后和我一起度过了一天，这一天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就是想要感谢一下旺旺，因为旺旺带我去买了好看的衣服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了饭。不喜欢是不是？那就不买。你总是有一种很神奇的东西，就是让我让别的嘉宾在你面前崩溃大哭。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佩服你。哇，哎，这倒是真的是你的衣服了，这件非常你本人衣服，买单。很谢谢你那天给我买的小兔子的插肩 T 恤，我很喜欢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。最后呢，我还是想要感谢一下李佳浩同学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活轨迹里啊，并且相处下来让我觉得很舒服。我觉得那天打保龄球的时候，你从包里掏出那两双小袜子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超级的细心，甚至让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有点东西。挂套要一个，我给你买了袜子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。然后小敏，我听你说了很多关于你妈妈的事情，我觉得就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也很需要身边能够有一个人陪伴吧，然后可能跟我一样很想要躲进爸爸或者妈妈的怀抱里。希望你的妈妈和你都能一直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开开心心的。童姐姐跟你在一起非常开心，你是一个情绪极其稳定的人，让我觉得我这个漫无目的在城市中漫无目的飘的一只彩色的气球，好像那根线如果能握在你的手里，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。我会在这种亲密关系中，我会自我怀疑我值不值得被爱。我们都觉得丽娜你非常优秀，同时你也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生。两个人的相处吧，其实就是你的感觉，她为你做了什么，你愿意为他做什么，这个都是一个互相产生作用力的事情。然后我也还是想要感谢一下足球，因为如果不是足球的话，我不会拥有那么多的机会，我不会交到好朋友，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自己。所以我非常感谢命运让我选择了足球。最后最后呢，我还是想要感谢我的父母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然后给了我一个避风港，让我在觉得累的时候呢，可以回去继续做那个三岁的小孩。哇，今天说的太好了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夸自己。然后现在马上我也快到家了，那么今天的闺女说晚安我们就在车上结束吧，拜拜。十月继续看闺女，十月精彩不间断。十月一日周二会员加更，十月八日闺女生活全放送，十月十五日闺女生活全放送。